序，这段我们进入到28节，志愿已变卷三，就是第二支发界尽量，好，发界尽量。好，我们双手合十，志愿与手缘尽，即法界众生依正等法，借依尽智，体从尽发，尽具无量，体亦无边。不是志愿一边，好，志愿一边，受戒者还必须明白感发戒体的所缘境，就是我们在受戒的时候，你的感缘就是感发，就是一定要跟十方世界、十方法界众生正报、依报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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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戒一静止，戒一静止，戒法是依十方戒中有情无情的境界而制定的，体从净法，而受戒所得的戒体随着你所缘念这么广大的境界而发起的，是尽计无量，体亦无边，尽所缘念的境界无量无边。所以我们说，那时候获得的戒体，当然也就是无量无边了。好，我们今日就到这边了，感恩。